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时刻，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默哀毕，请坐下。现在，请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